搞什么声音呢？放你洗干净，你要欢喜。男的继续洗啊，洗到天荒地老，洗到脱皮，洗到烂在里面。宝贝，你安我安排两天前的，真正是真正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好好陪你啊。 你说你爱我，跟我是真的，当然不是真的。那给你一分钟，够了。 一分钟闹到，我对你的爱一分钟根本就讲不完。自从拄到你以后，我就好亲像当少年时阵同款，逐天哦拢做有精神的。我的生活嘛袂阁变遐尔无聊，逐天拢过得真快乐，真有变化。过关。嘿嘿，我还袂讲完呢。 真正要讲起来吼，我对你的爱两天前的嘛讲不完，一世人的时间也阁差不多。老公，我口渴了。我知影。 你总是给我充满热情，可是你的热情好像没有大到冲破你的理性哦。我不是跟你讲过啦，这只是暂时的，你要我时间去处理啊。那我给你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你把该处理的处理掉。 给我一个属于我们的未来，你做得到吗？那呢，我今晚就给你求婚，老婆，你给我啊，好不好？ 我愿意。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我是你的灵魂。那么现在，我也把这句话送给你，你也是我的灵魂。我愿意做你的妻子，跟你手牵着手走向幸福的未来，摆脱无奈的束缚。 我给你这句话就够了。我无亲像你同款，一直想要证明自己，还是惊衰人，再安尼做，除了你的身体，你啥物拢无啊。所以只会当放光光，伫我的红色面头前，甲伊讨一句山盟海誓。你不用在那逞强。
作为妇产科医生，你应该更明白啊，青春的肉体就是我最强的武器。光是这样武器，你是说什么也拿不出来的。这就是我们两个人最大的差别。身体是有年龄的。你们冲虾米啊？既然你都讲啊，你的身体是你上大的武器。那你身为太太，我哪有可能会当和你好好把你的武器留下？我在想啊，我在一道落去。你讲的武器。买目睭，对我的红色洗目好。是用倒一只手，掏光红色的裤头。又果是什么款的恶心光来破坏我的婚姻？你讲。请求你这款无用意，我等你发动刀，我嘛要跟你讲，只有真心的身体是如金千年的美，一个好好的人，爱去做全心做的代志，若是你要做他轻轻的，不要紧。家庭，我没挡刀，何况有真侪方法会当治你。看有啥物声音呢？锁匙在遮，用这支锁匙，你就当将门拍开啊。你先回去，是我才约束回你。门锁起来。文林，你是伫外面？林生好啊。阿公，你的衫拢脱伫外口呢，我真正足惊伊等一下出来无洗你的感冒。你敢无上外口啊？开门啊！我看你洗到遐尔欢喜，那就继续洗啊！洗到天荒地老，洗到脱皮，洗到烂在里面。方林，哪会知咱在家？伊就是关注咱两个啊。你应该真怀念政治咱的滋味哦。既然你生得遐尔欢喜，那安尼就好人做到底，帮你找几个观众，替你助兴，让你搁较嗨。最近啊，盛源要来啊。我想应该真有兴趣。古早时阵，若是抓到奸夫淫妇，要哪洗门风，要哪处理？
买到给小田看卖，伊话讲甲阿妈是要怎示范这款古早仪式，寓教于乐嘛。问你，你开门啊！小点点，甲你话讲阿妈拍招呼啊。爹地，妈，你伫个遮创啥？文玲，真死看有需要穿衫哈？啊？文玲，你别想超过哦。超过？什么叫你超过？你该损些，什么叫你超过啊？你做伙糟蹋你的太太，阿玲真是超过。妈，你哪会当介意做这款代志？你是我妈，伊是我的丈人。你安尼，到底从啥？我今嘛是单身，要甲向这位是我的自由。妍妍，我知影你希望我为了恁爸爸守寡，啊，不过我是一个正常的查某人，我所有人陪在我身躯边。你的爹地一直在安慰我、鼓励我，所以。我跟他重新做伙是真正上的代志，我无法度控制。你真不要伤到我！袁总，你第一次污蔑老金无赖人，瓜子们，你真该活着，你都没死心眼，你该死！你把我面头前，为何这样伤心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意思。你不知听过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你现在为何都我好命？你这个小三不能够走，够走！我讲，你现在爱我，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。你跟他结婚这么多年啊，他是怎么要回来我的身躯边？因为无比较就无伤害。你爱对他来讲一点的意义都无。你是怎么要继续维持这种无感情的婚姻？你若是继续安尼想不开，痛苦的是你家己。你好歹再讲一遍。你我讲几遍拢会用的啊。你若想要过阮通奸，会用啊，你去讲。啊，不过今物通奸已经无做啊，加加给人罚钱尔。这就不是钱的问题，妈，你敢知影你即马做的代志是唔对的？你安尼是乱伦的，你敢为着你家己要做的代志，无顾伦理，无顾身份，你啥物时阵变做安尼？伊就是这款人啊，我若无当初，奈何人政治人？一个下是下一辈更小查某。介绍什么梁家富了？这马开不落去啊！黑做完刑啊！严胜元，你看好清楚，你爸就是带一个遐个袂见笑的查某。什么叫做袂见笑？因为伊爱的是我，唔是你，安尼叫做袂见笑。伊先做会爱我，因为我知影伊要爱是啥。伊要爱是一个完整的家庭，一个平凡的幸福。你咧？你算连替提一个女娃，煮一顿饭你都无愿意，你干那享受，让伊当作是女王的感觉。伊对你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你给我救命！你给我救命！你干嘛？张嘉良。是你的电话啊！今麦找到我的人，就你。叶少峰，你竟然利用学历绑架阮爸，
两个搁紧伫这个时阵偷来暗去，可要安怎教死你？想啊！我爱你，即马就报销。我得想起啊，嗯，你别想遐多。当我接班以后，咱要提囡仔，绝对不是困难的代志。我知啊。叶少峰，你刚刚这么好看，我刚需要替你翕相。来，你凭什么问我？哦，凭你是外婆，外婆就去边啊站好，等下才扒你的皮啦。少峰，你这个臭娃娃！少峰，你干嘛啦？叫别人安塞，这个叫好听啊！你搁叫啊？搁叫啊！你们差不多呀。啊，等因开门上班啦，咱直接入边。老师啊，你竟然敢做出为了反背亚丁的代志哦！你怪别人安塞，囡仔啥都清清的。承恩，你好好甲恁爸讲，你选择的人是啥？你敢来？你敢来有听来无？你敢违反？别动！动我弄不听，动我死！动我死！动我！疼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哎呦，好，别个怕！你也听我话，我来跟你怕，哼！你也听我话，你个干嘛干那见笑？我对你干嘛见笑？我受够失望了，饲你个囝，我不如饲鸟鸟鸡家庄呀！葛小平叫我，叫你阿家讲清楚，阿你家讲清楚。那你这样子，决定要改做伙了是无？啊！我已经决定啊，决定就可见啦。你决定啥都无效，我跟你老母拢无承认啦。那你即马一心要甲柯小平食上就对了吼。我真简单，别紧啊。今仔开始哦，你就无老爸无老母啦。唔真紧啊，哈！啥物天大代志都敢做出来？阿伯，你哪会当安尼威胁承恩？我威胁阮囝是甲你啥物关系？袂爽你去告我，啊，无你也顺续，今日我也去告啦。感情的代志唔免惊法院，只要两个人讲好就好。既然我甲陈恩拢讲好啊，阿伯你就莫插手，较免不到最后陈恩来怨恨你。阿伯，我来，我来。无恁这种专门拐别人红线的人，讲话哪拢同款啦？见小的人做唔到代志，还阁遐尼侪理由。你赶紧带王雅婷，把伊的头弄弄的，让伊看清事实，赶紧离开长安，安尼大家就唔免浪费嘴烂。当初你还阁替我解释学历，你今麦竟然甲伊做同款的代志。哎，我就甲你讲，我甲学历无同，你是听无是唔？你拢同款做唔到代志，啊，若无杜承恩，那一句话拢唔敢替你讲。你真正你，话啦，卖阁怕啦，你叫起来啦，代志拢你母出来，你知？
喂，亚辉，我人伫咧饭店，啊，不过我身躯搭着肉啥物啊，可能要整理一下才当过。好，外场见。你甲我听好清楚哦，我即摆兴趣就是修理做唔着代志的人，你想我较检点的，啊，若无我逐天去恁家门下口站卫兵，一见面就给你一顿粗暴，了后佫甲你规个人拍甲肿歪歪。我才看你要安怎穿新娘衫，你这个9987，准备挂回去。袂用诶，今日讲啥我拢不准你走。我是顾虑着全村的关系。哎，你是创啥？我给你两个选择，你若是赶时间，等下你才算；若无，就跟我去打打算。今日赶时间，那我就……你卖闹，先离开再讲。你跟我刚才讲，咱在哩吃？应该是无人知咱在哩吃，可能是弄唔定忙啊。我去看一下。哎呀，卖怪伊啦！咱来这边，这对我要开始，我备注我们交流了。俊南，我是亚芳，我知影你伫咧内底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哎。先冲下了！面包要领包大好不好？面包给你吹来啊！你怕什么呐？当然不用信你，只要我卖开门，伊无当场抓到，我就用坚持。我跟你无关系。要唔跟我想要去开门的？你卖搞害好不？什么叫做跟你害啊？我本来就无介黄爷爷的感觉，伊来拄啊好啊，咱三个人做一个话讲清楚。下嘛。这就袂见笑，你就唔惊我告你？我有啥物好惊啊？你这认真只，惊东惊西，你无迄个胆去犯伊告我，你着试看卖，我敢是唔敢？真好，我就是咧等你这句话。男主角啊，阿爸片也袂去了，你是要去对啦？你这不孝子！你哪会做这么糊涂的代志？你安尼敢对得起子林？对得起你还袂出世的囡仔？你敢跪哦？我叫你跪了无听是无？你妈讲话伊是无听是？跪下来！陈子林，你有看到无？静静，你想空想胖，想要破坏我跟燕娟的婚姻。结果到最后，我是赢，你输啊啦！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。惠子燕君讲，
伊最近对伊嘛真冷淡，你过去甲伊幸福啊，安尼你嘛会当去找属于你家己的幸福啊，敢毋是？赵医生，我靠肯定，目睭背后金看好清楚。我若无将来你发现，即摆伫你身躯边的经验君，毋是你所熟悉的经验君，你会被考不巴塞。子离，你哪遮尼好讲话啊？对付这种破坏别人家庭，佮毋知计小的查某，当然嘛，拍都叫唔敢。不，人家即个人动手了，咱叫警察处理就好。对，即摆人情无情拢伫个哦，小王佮警察来啊！你敢？你袂记阮爸爸是啥？你敢靠你试看袂？哼，你无讲佮无想到的，恁爸母欠阮两家做一条性命呀！送你去吃面筋饭，只是带小利息啦！我就是来报警。唔当报警啊！哎，世林，你敢怀疑看到金元军回来个鬼啊？虽然讲这个结果是我要爱的，希望会当逼这金元军跟我离婚，和我会当顺利离开这笨手。啊，不过，若是燕军和高万达的灵魂真紧就当搞我回来，我袂当让燕军的身体吃瓜死。早就带做伙啊！冠廷刚才甲我讲，伊在无闲的时阵，应该就是走来这找秋怡。我甘应该爱入去，等下若是真正看到因两个，我是要欢迎。冠廷的钥匙和手机啊，天真的笑容，予人幸福的快乐，美丽的赞歌，秘密的感动，爱你的温度，一直是我心内希望的太阳，更心内上精彩的故乡波。厝内边每一个的气味，拢有你的记忆。男仔啦，看了这张相片。一定就是讲，因两个才是一对。看到遐个熟悉的字条，目屎哪会暗藏袂掉？高冠廷，你把我带去天堂，搁一脚甲踢入去地表，这就是你要给我一生的幸福是？最后人只是路过，熟悉的气氛了。
真的祝福，予人幸福的快乐，美丽的赞许，离别的感动，爱你的温柔，一直是我心内希望的太阳。这个门拍开以后，就代表我跟冠廷的感情永远无法度回去到当初啊，也代表我会失去冠廷，失去我的家庭。我敢真正准备好啊！要安怎放袂记？看到遐个熟悉的字条，目屎哪会暗藏袂掉？无声的牵挂，冷淡的心情，心内的空虚思念，拢是你一人含泪的笑容，我的表演。过去伤痕拢有我伫你放袂离，无声的牵挂，全开嘛心痛。最后咱一世路过，心碎凄魂来。婶子，你有法度处理哦。你最近肌肉看起来足紧绷的，压力一定真大吼。敢有需要我替你抓点？是啦，最近厝内代志有较多，确实很忝啦。放我轻松，乔，
就好啊，多谢你呢。看你的太阳穴嘛，就暗嘞。我来替你帮我看一下。我发现讲，你真正本事足多，一直互我惊艳着。你的衫嘛，敢若白了红酒啊？是不是嘛？转来小整理一下。常常对查某囡仔讲，我敢若对你这款这么水的查某囡仔，才会讲这款话。只要啉淡薄仔酒，我看你真正愈来愈水哦。拄则你脱啊烫衫，即摆换我替你处理你的衫。安怎？啊？安怎？哎呦！啊？我跟你待着好，你毋是上喜欢我的主动。阮翁拄仔要敲电话来，喂，青龙，你搞啥事？我是说，跟我给看看。你讲。是我先问你的，那难道是你在问我？是讲，这第一饭店的格局，甲世界饭店真正完全无共款的。伊遮甲你见面，我嘛加较自在。我唔对啦，这时阵咱拢也放好轻松。啊，好，我知，我即摆先挂过。啊，歹势啦。阮翁吼，即摆临时有代志，叫我过去处理一下。啊，今仔日专访可能要改时间啊，实在真歹势啊。来，食一挂水果。哎，你袂用去？这是我的主意。你袂当去的。咱拄则竟然袂记咧拆窗帘，那是工人啦，应该是不要紧，好，放心。靠啊！头家阁唔知影七嘴，哈？阁有甲你的名订房间，真丢脸，到底是倒？
你做，你要从啥啦？你真是唔紧嘞，啥物查某拢好。好，即马互我抓到，恁两个伫房间，你敢有啥物话通讲？林卓，你误会啊啦，那是因为吼，我拄下吼无小心，这虾子叫红酒泼着，正经好心替我洗，所以我才一只。你莫无你出脑啦。你敢唔是？你拄下讲的话我都听着啦。倒一头较好看。什么镜头？你干嘛？啊！那不是听你讲的话，我根本不知道你伫第一饭店嘛。你真正误会啦，伊是记者，我有一寡专业形象的问题要请教伊啊。